再看到是国内的行人交通安全问题，有民众是点名台中乌日高铁从化区内有个路段的人行道上面充斥着路灯还有变电箱，几乎封死了行人行走的空间。许多民众认为行人路权的确是长期被漠视了，市府则是回应将会邀集各单位来现刊研议迁移电箱。狭窄的人行道被一整座台电变电箱占据，完全没有通行的空间。另一头一支路灯就直挺挺插在人行道中央，民众只能闪身而过，人行道形同虚设。这地点位于台中乌日三荣路一带，当地里长说像这样的行人穿越关卡至少有七处，夸张的是这还是新兴的从化区。你推婴儿车，你要走到马路上啊，这个电箱设在人行道上哦，那反正他也没地方放，他就随便你放，不负责任啊。不止人行道设计让人步步惊心，上个月27号才发生一辆公车没有减速强行转弯，撞击走在斑马线上的行人，造成两死一伤的悲剧。外媒评论台湾交通环境宛如行人地狱，民众也认为行人路权相对弱势。机车不应该会出现在那个人行道上，但是很常就是机车会觉得说，这边是可以骑的，然后来抢了行人的路权。台中市府表示，乌日高铁从化区是1999年由内政部、交通部与原台中县府三方共同办理区段征收。至于人行道工程，由内政部主导，在2008年完工，目前由建设局管理。近期将邀集各单位现刊研议迁移电箱等设施。本府建设局将尽速邀集维管单位乌日区公所、交通局、台电公司以及里长等单位现刊检讨，并研议电箱迁移。如果我们连从化的部分都没有办法去做一些至少人行道的宽度跟净空的要求，那我们旧的都市设计里面呢，那就更没办法达到这样的目标了。所以我建议哈，我们必须要从化区开始做起。夸张的人行道设计，一放15年无人闻问。交通学者认为，新兴从化区是行人路权指标，政府应重视且及时修正规划。中长期则可挹注资源，成立交通安全志工，全面提升民众相互尊重的用路观念。记者林凤龙涛，台中报道。